Hello， 表姐。Hello， 你知道我刚刚看脚本第一句看什么吗？什么？八毛快乐，欢迎新年。为什么？太多了。因为这里有个八，然后八结尾，我们想说为什么要八毛快乐？好，先跟大家说2018年新年快乐，新年第一集，一路，也是今年的最后一集了。是吗？差不多了，下一集就是2019了。屁了，我们直接在2019播出。好，今天有八毛跟我们一起，欢迎八毛。耶、yeah ！你到底有多少只狗的衣服？真的耶，好可爱哦、喔。对啊，为什么你那么多这个？狗三个吧。我很喜欢这个，我很喜欢这个狗的贴图。狗大使哎、欸、你，因为老王喜欢他就一直买，他就狂买给我。哎、欸，你还可以这样拉哎、欸！我超喜欢这个，你不是狗狗。OK， 我觉得这個狗贴图超赞的。好，大家在2018有没有什么想要？完成的新展望，卤蛋应该是没有哇。心愿，我希望健康一点。我最近很快的，怎么了？你干嘛了？你怎么了？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他是，我很像身体精神有一点状况。不是，精神状况，精神状况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啊，那个没有任何一个实况。没有，我觉得这不是精神问题，我觉得我脑袋有问题。啊，那没有，那很正常，没有一个实况的脑袋正常。就跟你说，你跟我讲哪个实况的脑袋是正常的 ？Which one？ 我。不可能，没有，尤其现在更不能说了吧？对啊，就才刚讲完，就怪怪的嘛，就是物理啊，就很像沙子。他说他是身体不舒服，你就真的不舒服、哦，就是觉得怪怪的，就是觉得有一种卡到的感觉，卡到一些、哦、是不是？你背后有点重吗？可能要去拜个，可能我肩膀也是觉得有点不顺，也有可能单纯五十肩，哎，也有可能单纯老化。你会想要去做一些身体检查？我今天去看了医生啊，然后看一看也是就跟预料一样。没有，我说怎么说？我说很精密，全身的那种健康检查。预料是怎么样？怎么预料怎么样？他说要切开来看。对，真的假的？对，真的假的？切开来看，真的。日本没有切开来看的服务吗？你没切过吗？我没有啊，我们去挂号的时候你可以说，哎、欸，我要挂号，哎、欸，今天我想要切开来看，他们就帮你切开來看。对，怎么可能？嗯、真的。可是他们说切了就要买了，就西瓜。对啊，切下去说，哎、欸，好像没熟哦、喔。哎、欸，这个洛梨，嗯，太硬，要放下。这个皮比果肉还多啊，皮比肉还多，应该砍不下去吧？跟你小时候做梦梦到鸡排一样，那种东西，面皮超多，里面没有肉的，就是那哇，好大一块鸡排，都是面皮，直接流出。干什么？那你就做个全身的啊！他说，因为今天本来要去看的、啊，他是说要空腹，可是我刚吃饱才去看的。空腹哦，对啊，他说可能要你就去做个那种健康的检查，我也要去做了。我觉得礼拜四，因为我上次做差不多是一年前，我也要去做。你有钱吗？那个不得有，我有钱，好吗？可是健康检查，台湾健康检查做下一套可能、欸、不是100块挂号就可以了。为了健康2-3万可以，是不止可以可以啊，不止不止吗？差不多120,000了、啊，什么东西啊？差不多400万了、啊，太多了，差不多4亿，好呀，做一个健康检查，杀了我，口腔内膜的那个检验，这样拿棉花棒这样刮一下，他先给你收一下诊疗费六十七万的，棉花棒这样刮，好贵，超贵啊，棉花棒给我，还拿3000块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然后就什么？咦、欸，劳动健体拍谁？50,000，超贵，超贵。你知道是什么？然后是还是七龙珠的贴纸？哎、欸，劳动健体50,000，那是闪的那种。哎、欸，这闪卡哎、欸欸，很贵、欸，8万，欸、超贵。哎，不好意思，小姐，我们今天只剩闪卡了，可能要多收你3万块，好贵、喔，就跟你买充电器只剩原厂的感觉是一样，不常卖完，干最衰。应该说，我也没有什么展望，我就是有些计划、啊，有一些想做的事情。对啊，可是也但还没有到展望，信长之展望。三小 Nobunaga no 展望，对啊，就不会到不会到野望，在坐在本能。那你有野望吗？今年好像出国，六趟的野望。我野望还蛮屌的，我就只有规划好的事情跟要行程而已、啊哦，我没有什么展望跟野望这样。那八毛，你有什么八毛的野望吗？浩浩今年，浩浩今年出了新的书，新书了，对啊，哦，刚才看到他第一刷公益，对啊，你有看他拍他帮自己业配的影片吗？我还没看，很好笑哎、欸，因为他的那个他书的封面他的脸嘛、嗯，背面也他的脸、嗯，然后有一趴就他跟封面做一样的表情，然后下一秒又跟背面做一样的表情，完全一模一样，完全一模，那就是他、欸，不是，可是你要可以复制那个表情还是很难，你知道吗？我看到他就是那个就是。他的官方笑啊，是啦，连我早上拍照他都是跟我这个脸，是是是，我早上拍照他也这个脸，对，鼻孔有点张大那种，哇，你可以做看、啊，微妙微笑哎、欸，有点歪，差不多，可以，那、啊、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就是那个厨房可以弄好一点啊。你现在在接一些室内设计的 case， 接了一些室内，厨房可以弄好一点，然后。
改天看到有清洁人员去他家刷那个水槽，想把它弄干净，装一些大理石的，就节目想弄好一点，木质地板。因为我的野望就是我想要展望，你这种人没有资格谈野望，因为就是很难，所以才叫野望。也是啦，没有，就是野望是很难，但是达得成，没有，你没有资格谈野望，就是梦想跟妄想的差异啊。那我的野望是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可以，等下帮你达成，再存两个月应该就可以了。在两个月就可以吃统一布丁了，终于可以，可以买一包科学面。我想要留学，留学去哪？你去哪？你要干嘛？日本，去学日文。你要去电菜鸡，学个语言去留学一下。学英文，我可能不一定在学校，不一定在学校就好了。真的假的？那一定是最快，连男朋友都不用了，直接找一个酒吧老板是外国人，跟他聊天就好了。也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快。好，因为留学很浪费钱啊。请问有那个酒吧的外国？自己回家找，不要用节目找了，直接 Google 线上学英文啊，有那种视讯对谈的那种练习的课，可是很可怕，感觉好像有点害羞。你连这都可怕，你去美国有点害羞啊，就是。视讯的感觉。算了，你待会儿。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出国。你去东港中你了，你就是妄想。因为我觉得你如果连那样子都没办法的话，那你要怎么出国生活？可以，我觉得 OK。如果你就是在视讯跟人家对谈都不行的话，那你出国一定还是会窝在舒适圈啊。那你就一定不会讲。Hello， 嗨，嗨，嗨，好而已。找翻译去，真的。给你良心建议，那边给我 Hello。真的。我再给你翻译。算了，跳过语言，跳过。好了。各位1月1号的第一餐是什么呢？我怎么跳过一个啊？有现场问题在。跳过远就好，不要跳过。连话题都跳过了，没想跳过远，连话题都跳过。现在只要任何演员有可能性会参与的话题，我们全部都跳过。可怜。现场问媒体上欣赏跨年烟火，我没有看，我也没有看，我们也没看，我们没有看吧？对，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啊，因为我们在开台啊。对啊，哦，我有看，因为我家看得到101。那会被烧到吗？不会，就开窗就一根喷进来，超近，家里的床边的洞，离旁边的尾箭这样，离那个火那个烟火就这么近，开窗烟火直接这样子。去屋顶看。不过你家里离那边蛮近的啊，所以对还不错，应该视野还不错。我觉得就是每个月的房租付了值得了，有那种感觉，这样就值得了。你随意离附近的公园就好了，更值得。不用钱，还有钱太好赚了吧？你去101门口跟人家一起拿旗子说台湾中国一边一边，被揍吧？不会不会啊，拿一个黄色的旗子放在那，我们是很开放的好吗？有什么意见想表达都可以。法轮大对啊，很 OK 啊，一边一国可以啊啊，直接。举红的也可以啊，对啊，你可以爱国同情会。我下次举彩虹。大家在西门町都见怪不怪了，真的，OK 的，酷炫的，还以为什么游戏造势哎，想分享，再多一国变成三国无双八，哎呦，八要出来变三国无双12，跟天命六一样，一次加5，一次加4，可以啦，你可以跟他们提啊，对，你们礼拜四可以，就说你们要做健康检查，然后这个节目就出一次外景这样，对。那如果真的怎么绝症怎么办？超尴尬。那就绝症啊！就观众就刷一波，对啊，就有收视费啊，对啊，还不是诊疗费，就绝症整个屁啊！说的也是，总之要去测一下嘛。可是火锅就是你下了，你下了，然后就会有人拿走，下了就会有人拿走。那你一直拿，就有人吃不到。我一直很讨厌那种尴尬的心情，所以我去吃火锅都不吃。那如果夹子多一点？你一样啊，不是因为你夹着你下面串一串。那如果一人一锅呢？一人一锅就可以啊，但是每次只能有两个人下东西的。好吗？为什么一人一锅？一人一锅，一人一锅，然后要下东西，你要先按这样，才可以下。下东西旁边就有店员拿一个笔，I'm watching you， 没帮你，老板帮你花一笔，违规就加500。违规就帮你点一盘蒟蒻，超麻烦的，超麻烦又不想吃。没帮你芋头一颗不准切，煮超久，煮好久，照样煮完超烫。啊，给你一个冷冻的鲷鱼这样子。煮外面都熟，里面还是冰的，外面都烂掉，一夹起来外面烂掉，中间一块冰。气死！我会气死。OK， 因为这个市场很大呀，很多人可能做代购什么干嘛，就专门买这些就。而且他们是分女生的那一栋，男生一栋这样子。哎呦，你说哎呦吗？对，我要就是有些分开的。女生那栋讲只有女生可以进去，跟女厕一样。对，女生一进去全部都一定要坐着看，男生进去只能站着看。为什么？他一推进去女生那边，旁边还有人。又是你，又是你啊？怎么又是你啊？上次那个钓鱼不够大块是不是？工作很多啊，大哥。从虎之穴出来拿两盘蒟蒻跟钓。哦，超麻烦。
然后这次是那种，哎、欸，我罚你只能一次买一套这样，而且一套用超级多胶在粘，你又不敢直接拿一刀划开，因为会划伤书，真的蛮死，可恶。很可爱 ，Cookie， 我老大，我怎样？这是干嘛？防守守一个，真的，而且那不是 best pets 吧？那应该是野生的了吧？没有啊，那 pets， 那是养的，那是养的，那应该是养的，真的，被插在家里的，它应该是在就是。叫什么？一嘎咕就是生气，稍微开这种示威，示威，他对那个摄影机示威啊，哎呦，哦，有可能是，还是他那摄影机想要投篮，就是想说，哎，就有两只那个螳螂在抗议，我们在抗议，我们看一下。收回那个什么什么，我现在跟你讲，老母买 canon， 老母猪下台，买 canon， 我就坐电车，就看到有人提那个，当时就说，老母猪下台也太难听了吧，是真的蛮超过分，我说哇塞，这个也太呛了吧，也不知道什么议题，真的，今天刚好也有带烧饼来，他可是他在外面挤嗨，烧饼，看来是没有反应。好，烧饼。哎，晋饼到底好不好吃啊？什么是晋饼？是那个头上那个白。晋饼到底吃起来是什么口味？晋饼到底我没吃。那个不是橘子吗？那不是柿子吗？白色的，白色的。那个是橘子，你敢？白色。对啊，是橘子。白色那个不是很硬的，那个要先。白色那个不是蚕宝宝的蛋吗？那个要先。蚕宝宝的茧。我气死了！我天啊！你先要把它用力。好想养蚕宝宝。哦，它是硬的。嗯。我以为它是软的。所以它叫晋。我以为它叫卵石，然后才会裂开。它整颗都是硬还是外酥内软？然后它那是甜的还是？可是我没有吃过，它是敲碎吃的壳吗？应该是不会吃，我自己是没有吃过。哎，你都没吃过，因为我每次看到晋饼，我都觉得看起来很像马吉，感觉真的，对不对？是硬的，它是硬的。我觉得看起来很像那个三宝锅饺，不是，就是有一种零食是外面裹了满满的芝麻，然后咬的时候里面是很像麻花麻花麻花芝麻芝麻球麻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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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里面是芝麻老麻老很多洞那个，对对对，麻老麻老芝麻球麻老，有点像那种。它晋饼的口感是？对啊，不是晋饼是硬的，我以为它超软的，真的我以为没有，它就是个超软的。它有个仪式是要把它，这个麻雀太噎了吧？不是啊，你可以拍一口吃啊，也快啊。然后我们一人拍一个晋饼，然后跟躲避球一样大，哇，好大哦。什么噎死？死过来！阿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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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冻蒜了不？啊！走了。听起来很好吃啊！我吃过一次之后，再就是听起来好吃啊！我觉得好吃啊，就我们会觉得好吃啊，其他人不会觉得好吃。所以到底是不是很不好意思？这煮什么我没看到，就是松饼，就是松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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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饼，烧饼，你头上有洞哎？为什么？烧饼，你脑袋有洞？你是洞，傻逼！妈的，哎，他头上真的有洞哎，对啊，有那种还可以烤，还可以再挖一个烤饼的那种透气孔的感觉。烧饼也是擦一擦，让那个比较好熟。烧饼是不是开始秃头了？哦，圆形秃，烧饼圆形秃，多挖几个参加它，长虫了。今晚吃橘子，大家可以晚上吃橘子。哎，我也很喜欢吃橘子。烧饼你要吃，他不能吃橘子，他不能吃橘子，狗不行，狗不能吃橘子，好可怜哦。那你要吃橘子皮吗？不行啊，那他可以咬就好了。不行，还可以拿皮剥，可以剥剥吗？刺激他眼睛吗？不行啊。哎，哎呀，哎，我跟你讲，橘子皮艺术啦，我现在也可以，好不好？来，好，这个是一个秀一个。哎呦，胸罩，厉害厉害厉害！有没有橘皮艺术时间？我这个就是橘皮艺术，不就在你大腿上面？我这个我知道，我这个是那个下一季鸟屎的那个厂牌的胸罩，螺旋设计。哎呦，螺旋的不错哦，感觉好像那种很老那种店，你会放在那边，然后它就一直有旋转的效果那种袋子，赶苍蝇那一种摩托车哎，你不要自己编，没有，也还好吧。我这个是什么？哎，好甜哦！你这是老二啊。你老二长这样吗？不是啊，行吗？陈奕迅的，少一颗舌，过分！大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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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陈奕迅的大象。Facilitate the growth。这也太慢了吧！我要打死你！嘿，好烂，好烂！你看，你看，你看，你又低了，然后玩吃鸡。小弟，我就越来越得罪人了。不会啦，我今天刚刚拿一根香蕉过来。我今天中午才看馆长直播，我觉得他变很强哎、欸，他很强啊，他很强哎、欸，他很强。你有看他不小件双牌吗？没有，很强哎、欸，我觉得他变很强哎、欸，这么厉害。他今天都单牌，我看他玩都是个位数。对啊，好厉害哦、喔，他好强哦、喔，我觉得他变很强哎、欸。你们有听过喷友吗？就是他讲的，
什么喷油？因为他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是有要保护一个中国高层嘛，他一个朋友，然后要中国高层就暗杀他，所以他朋友就帮他帮那个高层试毒。试毒？对，就先帮他吃东西，然后那个高层再敢吃这样子。嗯，然后他那个主角就霞泉之郎跟那个试毒的那个小老头是好朋友这样子，嗯、然后他们就是因为那个小老头被抓去当人质嘛，然后要村上去救他，嗯、然后村上就你知道主角嘛，就去救他，那、嗯、小老头就很感动，他说就既然为了我这种人你也要来救我，然后说我们是朋友吧，他讲中文，我雷塔吉哇。喷喷油，就从这边出来的，原来是喷油，喷油，喷油，原来是喷油。哦，这个十年前的梗了。应该看最原始。想要看，找一部来看，稍微了解一下世界观宣传。你看 Stay Night， 看原始的 Stay Night 会最好吧？不知道，我没有去研究。好像不是啊，我之前有时候我想看，然后有很多人推荐我看，其中一部，然后他说只要看那一部就好，其他作几乎可以不用看。真的哦，看那一部，如果真的有兴趣，再去把其他补回来。但是只看那一部就那是哪一部？对啊，我忘记了。哎、欸，干、欸、嘛、欸、想掉啊、欸？想知道，想知道那一部啊？我看就是 Fate 肌肉男，从手游开始认识，也是蛮好，超级不认识。高三，耶、yeah ！像我是超级破钱啊，志冠。可是你知道都不认识，有一个好处就是你。那个抽单的时候得失心不会那么重，就是说哇，这个角色出了超想要的，然后一直在怎么抽怎么抽，像我都不知道，这个强吗？不太认识，通常新手都会直接抽最强，对啊对啊，因为他都不知道啊。那就麻烦大家了，那就靠你们了。麻烦那天就别订便当了，真的真的。我每次哇，不然就提早讲一下，吃便当的好爽啊，然后吃完便当哇，满足满足，竟然炸烤好鸡，烤鸡 ，OK OK OK。然后可不可以有一个，就吃那个的时候，就是可不可以非节目上吃？因为节目上吃更没时间吃啊！真的，而且很冷，这也是主持节目，然后拿一个鸡腿，然后休息时间咬一口，然后还在讲哦，进回来，回来之后拿那个被咬一口的鸡腿，直接到结束，超惨，很可怜。要不然就是先不是，就是从。还节目还没开始就开始吃到节目，不然就是你们发我去某一个我不是主持人的节目，我当来宾，然后我吃，真的、哦、也是可以的，开吃。不然就一样是这个节目，但是找一个像八毛这样的来主持，来帮我们主持，然后我们吃，太奇怪了。可以啦，可以啦，好吧，不奇怪就不叫麦卡贝了，好不好？麦卡贝在希腊原文，麦卡贝就是奇怪的意思，不要乱讲。原来有这么一段子，